咁咧，我哋今日信息咧就持續做得力嘅基督徒，因為有時基督徒咧會受打擊，會受影響，會受自己嘅困難啦、別人嘅困難啦，或者係遭遇嘅事情咧會受影響嘅。咁咧就喺呢啲困難中，我哋持續去得力。其實個基督徒都有困難嘅，但個個都覺得自己的困難最大，好似人哋嗰啲好似個個都好掂喎咁。但當你認識每一個人咧，你發覺佢裏面都有困難。咁當然有啲人嘅問題係大啲嘅。咁但係有時有啲人可能個問題好少，佢都會覺得好大喎。呢個係角度嘅問題，即係個體嘅問題。咁我哋點樣能夠唔俾呢啲困難影響而持續得力呢？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睇得到，就用乜嘢攔咗我哋從神得力啦。第一咧就係人嘅傷害。譬如有時被人鬧完啊、傷害完啊，會唔會咧就神都唔愛我嘅？其實唔關神事嘅喎，其實係人嘅問題嚟嘅喎。但係咧好多時咧，人就會賴咗神啦。神啊，點解你愛我？點解嗰啲人會咁對我咧？咁呢個咧係因為人類犯罪之後咧，人有呢個罪性啊，所以人會傷害啊。咁有啲人就話：神啊，點解你放喺我周圍嘅人都係罪人啊？點解咁多個傷害我嘅咧？咁但其實個個人周圍都一定有罪人，不過的而且確有啲人遭遇嘅係比其他人更加困難嘅。咁但係咧，有時越困難咧，佢就越學到點處理生命喎。其實我自己咧，就喺我人生中有好長嘅時間咧，係有好多不同嘅困難，人嘅困難嘅。咁我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學習點樣唔俾人影響，以至咧我而家學到呢個輕鬆得勝嘅點樣處理生命。咁今次都會有一部分咧就係輕鬆得勝嘅。咁啊，點解人會受傷害咧？其中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人好想受歡迎啊！一有見到人，人見到你之後你真係好啦，真係好中意你，真係好歡迎你，見到你就開心。咁我哋就好開心。但如果不受歡迎咧，就好受傷害啦。啲人點解唔歡迎我咧？點解唔接納我嘅咧？點解唔睇中我咧？咁我哋咧就會受傷害，因為有個期望啊，有期望就有失望。咁有啲人話：咁佢做人梗有期望嘅，咁我冇話冇期望，而係我哋要根據呢個人有一個適合嘅期望。正如我有個例子，嗰個人成日都鬧人嘅，你期望佢對你好啲，咁呢個唔係好，即係會發生嘅事嚟嘅。除非佢改變，佢係鬧人嘅，鬧其他人佢都會鬧你嘅。咁所以有時有啲人拍拖咧，我試過有一次咧。有一次咧，見到一個男一個女，咁啊兩個攬住，咁啊男嗰度打電話，咁啊我相信嗰個係屋企人嚟嘅，咁佢就喺度講咁多做咩啊？我唔翻嚟啦，咁啊即係咁樣之類嘅説話啦。咁嗰個女仔咧仲係好小鳥依人咁挨住佢嘅，因為咧佢覺得佢咧就即係佢同屋企人大鬧啫，但係佢就同我一齊啊嘛，咁啊覺得咧佢咧。一路咧，將來都會對我咁好嘅。但其實咧，如果有一個人佢會同屋企人咁樣吵鬧啦，第日都會對翻佢一樣嘅。即係但喺佢嗰陣時，佢就即係唔覺得會咁樣發生。佢就覺得咧，呢個男仔佢會因為我嘅緣故而咧同屋企人咧會有吵鬧。其實咧呢個係唔係一個好嘅現象。所以其實當我哋期望人係對我哋好咧，我哋就會有失望。我哋成日諗住中意人咧。咁你咧就反而你會中意人嘅時候，你會發覺有啲人真係對你好嘅，時時對人好。咁我周圍都成日對人好，成日都幫人咧，咁我就會發覺有啲人真係對我好嘅。咁呢個係少數喎，即係我幫咁多人係少數真係回應翻關心我嘅。咁但係呢個對我嚟講係唔緊要嘅。其實如果亦都有當然有個原因，就冇時間啦，即係根本我冇時間去同不同嘅人建立關係，我只係一個幫助嘅關係。咁我相信，如果我係想同佢哋做朋友咧，有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嘅，即係同佢溝通啊，佢哋都會好中意咁。但係我對人咧，我係祝福，但係我冇乜期望喎。但係我見到個人係咁，我會有一種根據佢嘅情況期望。譬如一路愛住，咁我期望佢都會投入愛住啊。咁嗰種期望我有嘅。好啦，同埋好多時其實點解我哋會受傷害咧？點解受影響係我哋嘅思想模式？覺得乜嘢呢？覺得人應該係咁嘅。當人係咁嘅時候，我哋就傷害啦。或者我希望，即係其實我哋嘅價值觀啊，好多未結婚嘅，我希望我能夠結婚，但咁呢個冇問題嘅。不過有啲人就會好失望，
即係因為佢期望啊，就令到佢失望。佢失望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話：神啊，點解咁多年都未結婚咧？係咪你唔愛我咧？咁咧就會個思想模式覺得咧事情係要咁嘅，即係佢嘅價值觀咧個諗法咧啊咁嘅時候咧，當佢得唔到佢要嘅嘢咧，就會失望。當我哋深信神會將最好俾我哋，神會將好嘅嘢俾我哋嘅，我哋聽神嘅話，親近神，神就會祝福我哋嘅，提升我哋生命咧。當你深信神嘅祝福咧，我哋就唔會擔心。但係好多人咧就總係覺得，即係用一種心態覺得神好似後母咁樣，即係咧嗰啲唔好嘅要你做，好嘅就唔俾。我想要嗰個能力，嗰個神又話唔得，我唔要嘅啫。佢又好似俾樣嘢，又要我去宣教，又要我去幫人，又要我去祈禱。就有種咁嘅心態，就覺得咧神咧唔係咁祝福嗱。呢個係一個思想模式，其實個好大問題嘅，因為呢個咧我叫佢做信仰分裂症。點樣咧？因為神既然係創造萬物，又係愛嘅神，聖經話俾我聽，神係愛嘅，而我哋係經歷到神嘅愛嘅。大家有冇經歷過神嘅愛啊？可以舉手啊！喺你咁嘅主啊，好多人經歷神嘅愛啊。其實應該個基督徒都會經歷兩種嘅，一種咧就係喺生活上有需要的時候，你經歷到神的幫助有幾多個的？請你舉手嚇，咁就係主啦。我叫你舉手，叫你望下周圍睇，仲有幾多人舉手？然後喺親近神的時候，你會感受到平安、輕省、舒服、安慰嘅。有幾多人會有呢種情況嘅？又係好多個喎。咁即係話咧，神真係會嚟祝福我哋、愛我哋。但既然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以往得嘅幫助同埋親近神的幫助，我哋就相信將來佢都會幫助。可唔可以咁相信啊？我哋一齊講啊！以往神幫助我，以後神都會幫助我。神應許祝福我，以後神都會祝福我。但係呢個思想模式就唔會有問題。但係人又會點樣呢？以往神幫助，但係哇又炒又軟，神啊你又唔記得咗我啦！神啊，係咪我犯罪我軟弱，所以你唔中意我咧？神啊，你係咪懲罰我咧？係咪我不配咧？有好多呢啲咁嘅思想模式。呢、这個負面思想模式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留意，你發覺咧，呢啲負面思想模式係會自動彈出嚟嘅。當你俾人鬧完咧，有時咧，我哋又會怨呢個人，又會話自己唔好，或者怨自己，又話自己命苦，跟住咧又話神點解會咁樣發生咧？幾樣嘢，即係對佢、對自己同埋對神啊，都會有一個負面嘅思想模式。同埋有時無緣無故都係，唉，又要做嘢啦，你會有時咁諗啊？嗱，呢個一個思想模式，咁點樣咧？係要需要改變，刻意改變嘅。我係點樣咧？我一朝早起身，我就話神係愛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一定提升我嘅，神一定咧祝福我哋周圍嘅人嘅。即係我嘅心裏面成日都話俾自己，我係開心嘅，我可以充滿力量嘅。係時常有我思想模式係按照神嘅方式，係正面嘅思想模式，同埋深信人破壞唔到神嘅計劃。即係佢唔能夠破壞到，所以我就唔需要介意人。做嘅嘢，佢做嘅嘢，佢唔好嘅係佢嘅問題，唔關我事。我唔使放在心上咧，就唔受影響。因為我遲啲會講到呢樣嘢嘅，同埋壓力嘅情況咧，人亦都會受影響啦。就覺得哎呀，好大壓力啊！哎呀，人對我唔好啊！哎呀，好重擔啊！嗱，重擔係在乎我點諗嘅。譬如考試有啲人，哎呀，好大壓力。咁的而且確考試係有壓力嘅。咁但係考試你只能夠做咩咧？你只係盡力讀書同埋一路依靠神，求神俾我哋聰明智慧，你能夠做係咁多。咁你咁跟住咧，你就放手啦。咁因為咧，你考試咧就會輕鬆。但係咧，當然點解有考試會有期望咧？就係、是、如果考唔到好慘㗎，要留班㗎，哎呀入唔到大學好醜怪㗎。嗱，呢個思想模式嘅影響，所以令到佢嘅壓力加增。如果佢話我盡力就得㗎啦，神會祝福我，神會保守我咧，咁佢就會冇壓力嘅。咁好多時做好多嘢都係喎，好想嗱，譬如啲做工咧，要有個quota， 有個做工嘅去到邊度，要得要幾多個客人，哇得唔到好大壓力。咁咧呢個就係即係我哋俾自己嘅壓力。當然咧，公司都會俾我哋壓力嘅。咁喺咁嘅情況，我哋就要學習。就算佢俾我壓力，咁我真係努力。咁亦都求神俾聰明智慧，點樣做得好咧？我試過一次咧，係連續有五樣嘢要做。咁我咧已經時間好緊迫啦。咁第一個反應咧，好急。好急嘅時候咧，乜都諗唔到。跟住神就俾我意念啦。你急又幫唔到，做唔到。
咁不如你睇下邊樣要做先，就做嗰樣。咁你就放低嗰四樣先，專心做呢一樣。不過咧就比平時要快啲啦。即係我要學一樣嘢，其中一樣嘢係比較難學嘅，快而不急。係啦，嗱呢樣嘢要操練嘅。你大家可以操練幾時操練？洗碗嗰時你成日操練快而唔急，即係個心唔急啊！一路讚美神，隻手好快咁洗啦。同埋預備信息，一急咧個腦啊諗唔到嘢喎。咁咧可以做嘅就係放鬆，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！我通常預備信息一路哼歌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就神又俾我不同嘅意念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靠住耶穌輕鬆嚟到面對壓力，有困難，但係咧就話最大咩咧？最大嘅死咯，死又唔緊要，上天堂啦，又唔會死嘅。俾人炒魷魚，係咪真係死咧？其實一樣可以揾其他工嘅，或者我好似得唔到我想要嘅嘢喎。但係聖經話你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，呢一切都加俾我哋嘅，即係神話咗會俾我哋。就是我哋信唔信啊？如果有信仰分裂症咧，就唔信啊。喺困難就覺得唔會嘅。最大嘅考驗，一個好現實嘅考驗，就係當你個老闆話俾你聽，你下個月唔使翻工啦。哇！即刻第一個反應，啊神啊，好慘啊！啊神啊，救我啊！哎呀，好慘啊！咁啊，會加咗呢啲咁嘅嘢。但係如果我哋信神係掌管一切，你信唔信神係掌管一切嘅？但係點知去到困難就唔信嘅咯喎？喺困難係最需要信嘅，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知道呢啲壓力嘅來源，同埋去諗最慘最慘係乜嘢？你諗一諗，有時唔係好慘嘅啫喎。同埋深信神嘅祝福，以往神嘅祝福，神都會以後祝福。同埋尤其當我哋越多經歷神蹟奇事，你就會睇到神嘅真實啊！即係好似佢哋行區祈禱咁，佢哋會領受幾多樣嘢，跟住又見到應驗喎。哇！即係神好真實啦，即係收嘅信息真係真實，即係神係真實啦。為人祈禱佢又得啲醫治啦，趕邪靈又趕到啦。哇！神真係咁真實。咁所以有啲情況我唔知道前面點，神都會我深信我知道神會幫我，得唔得？我哋唔係只係深信，我知道神會幫我，一齊講啊！我知道神會幫我，呢個就係信心啊！我知道我咪只係信啊！係知道喺壓力嘅情況，當我哋唔俾自己壓力咧，其實唔使好慘嘅，同埋有時就係屬靈軟弱啦。屬靈軟弱就係因為我哋少親近神，所以冇力量。一個少親近神嘅基督徒係好慘嘅，其實係好慘嘅。點解咧？佢祈禱係要更多努力先得到神嘅幫助，但如果你日日親近神咧，係容易好多嘅。喺我而家嚟講，我除咗諗耶穌啦，已經裏面充滿喜樂啦，充滿能力啦。充滿神嘅同在嘅，因為人祈禱佢都會即時經歷神嘅同在。咁對我嚟講咧，親近神係好容易嘅，即係你越親近神咧，就越容易親近神，就越容易隨時得嚟。所以呢個係最上算嘅，神係掌管一切嘅，係嘛？又掌管經濟，又掌管前途。當我全心信靠佢咧，你時親近佢咧，你就隨時得嚟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就唔係嘅，就信仰分裂症啦，就點樣？我信耶穌會救我天堂，不過咧又要用世界嘅方法。嗱，我哋都要做工，我哋要努力，我哋都要用我哋嘅腦嘅做嘢，係要思想嘅。但係好多人咧，個總係咧覺得要靠自己啊，總係唔係覺得神會幫助嘅，冇用神嘅角度諗。其實咧，如果我用神角度諗咧，係好多事情會好唔同嘅，即係睇住事情改變。啱啱呢個幾禮拜咧，我同一個人。揾邪靈都幾嚴重，佢點樣嚴重到咩程度咧？當我同佢講邪靈，佢裏面嘅聲音直情開聲話：我唔會走嘅。裏面咧不斷咁樣講：我唔會走嘅，我會害死佢嘅，我會害教會嘅，即就助恐嚇。但一路講嘅時候咧，嗰啲邪靈越嚟越細聲喎。咁而我講邪靈有一個方法好簡單，因為有時咧有啲人講邪靈咁講，然後好大聲。奉耶穌名，喂，所有邪靈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咁好大聲，好大聲咁嘅時候咧，自己嘅辛苦，嗰人嘅辛苦。咁我就見到咁嘅方式，我就覺得有啲唔係好對路。我就覺得，如果神係勝過魔鬼，點解咁辛苦咧？咁我就有一個咁嘅意念，就係咧，相信神係愛我哋神，並且神係掌管一切嘅神，係勝過一切嘅。咁喺趕邪靈嘅時候有彰顯咧，嗱首先相信神嘅愛先，進入神嘅愛，一路享受神嘅愛。然後咧喺趕邪靈嘅時候有反應啦，譬如個頸緊住啊，個肚壓住啊，咁就放鬆啦。相信耶穌係得勝嘅，又吹佢出嚟。因為咧聖經都講到
聖靈好似風咁樣嘅。咁邪靈因為都係從神嘅靈創造嘅天使墮落嘅，所有嘅靈都係似風嘅，咁話吹出嚟。咁佢有時好緊，話放鬆，吹啊就鬆咗咯。嗱，譬如有時我哋講觀音嘅靈，第一次講咧好強烈反應，啊跟住咧再講弱咗咯，再講咧越嚟越少咯。咁呢個人咧初頭嗰時咧就猛咁恐嚇裏面嘅聲音，後來係完全冇曬。並因為好多年咧，佢曾經食精神藥，醫生話佢咧係幻聽、思覺失調，要佢食精神藥。咁佢食咗時咧，嗰啲聲音仲大喎，同埋咧佢咧就啊成個人戇戇鬥鬥。咁佢自己就決定唔食。咁咧就佢媽咪都見到佢嘅情況，覺得好擔心。咁然後咧，為佢祈禱係咁鬆曬，佢媽咪咧好開心。佢話：我哋咁多年覺得佢哇都唔知點算。哇！你咁快脆祈禱，咁樣咁快就鬆咗啦。即係我就睇到喺神嘅愛裏面咧係好輕鬆嘅。我越睇到神嘅恩典同埋能力咧，我就覺得其實我哋日日都可以輕輕鬆鬆。啊！你淚好似飄喺啲雲嗰度。哦，耶穌，神係會照顧，但我都一樣好勤力喎。其實我由早到晚我都係好勤力，一係祈禱，一係就服侍，一係寫材料，一係幫助人，一係帶領，一係帶領聚會。我係唔嘥時間嘅，亦都當而我亦都同我太太去出外啊，去散步啊，去傾偈啊，即係我一樣有家庭嘅時間，呢個都係重要嘅，有 relax 嘅時間，有運動嘅時間。但係咧，我啲時間咧就一係就運動，一係就休息，親近同太太一齊，一係就親近神服侍主，就唔會拗鬥唔做嘢啦。當然有啲人嚟講係拗鬥係 OK 嘅，即係休息下。不過有啲人咧係嘥咗時間咧，就成日哇好緊張地玩遊戲機，咁啊篤啊篤啊篤啊，其實咧係精神緊張，同埋咧係令到個人封閉，對外界封閉，呢個係唔會得力，係浪費時間嘅。咁當我時時喺呢個狀態，成日親近神咧，又睇到神嘅能力，即係我見到神嘅能力真係好奇妙嘅。其中一個人，佢嗰個女二十歲左右，佢四年失眠啊，佢好絕望。佢揾我嗰日係舊年嘅一月十三日，佢話我記得呢個日子咧，好似我記得我結婚紀念日。即係呢、這個，即係睇得到呢個日子對佢好大影響。點解？因為佢個女咧。就四年失眠啦，又成日喊啦，又即係佢二十歲嘅，但係成日都哎呀，點解我咁樣成日都咁樣樣？咁咧又翻學咧，翻下又翻唔到啦。佢讀緊大專嘅，咁然後咧喺佢嚟到我嘅聚會祈禱第一次，即刻翻去嗰晚開始瞓到，跟住之後越嚟越瞓得好。後來翻返學完成咗佢嘅學業，又準備侍奉神咯，有心侍奉神啦，所以佢媽咪覺得好大嘅祝福，成個人改變曬。當我睇到呢啲咁嘅神嘅工作，我就覺得神真係喺度嘅。我一齊講，神真係喺度嘅，神真係做嘢嘅，神真係好錫我哋嘅，神真係祝福我哋嘅。所以我哋信耶穌信曬，唔好信一橛。信一橛嘅人好慘喎，佢信一橛要靠自己一橛咧係好慘嘅。當你信曬耶穌咧，你凡事都信靠耶穌係最好嘅，咁你就會隨時得嚟。有好多人祈禱咧，要祈好耐先入得到嘅。要某些情況才入得到的，在教堂才得的，屋企又不得的，就因為他未有這種長時間親近神。當你時時相信神的愛，又時時親近神，你就隨時得力，無論在很吵的地方，去到酒樓，去到哪裡，一路擦地放低個地下，一祈禱即時神的能力流過，這個是可以學習到的。一會聚會完之後，我都會為大家祈禱的。可能亦都有時人就疏遠神啦，因為罪嘅緣故啦，將佢隔開。罪係真係會將人隔開嘅，將人同神隔開嘅，或者我哋嘅情緒啊，負面情緒，負面情緒係罪嚟嘅，或者係憂鬱啊，呢啲係罪嚟嘅。憂鬱好多時就因為我哋嘅思想模式，或者係壓力啊，容易鬧人啊，容易發脾氣啊，或者玩手機啊，成日都睇電影啊，呢啲都係浪費我哋嘅生命啊。即係我唔係話一啊。當然我自己又完全不玩手機，我又不看那些電影，那我就不是說基督徒絕對不好看，不過呢我就說不要浪費時間，你那裡即不要用那麼多時間，應該越少時間越好，最好就不要看，最好不要，因為那些是真的會影響我們的生命。有些人說那些沒有牽涉罪，但他會說有什麼罪呢？當一個人經常玩手機，
佢就專注喺個手機，佢同人就會有隔膜，佢唔會關心佢周圍嘅，呢個都係罪嚟嘅。佢唔能夠愛人如己，同埋佢令到佢嘅生命係一個封閉嘅生命，係一個唔同人接觸嘅生命，呢個都係罪，一浪費佢生命。所以當我哋咁諗嘅時候咧，啊，即係呢個都係罪，同埋一個自我為中心嘅生命。好啦，咁點樣從神嘅愛得力呢？係神真係好錫好錫我哋嘅。咁有不同程度進入神嘅愛啊。嗱，我哋讀嗰啲黃色字嚇，第一就係知道，第二係相信，第三係堅信，第四咧即係經歷，第五咧係享受，第六咧係激勵。第一就係知道神嘅愛，基督徒都應該知道。但知道唔代表佢相信神嘅愛，有啲基督徒就話我唔相信神愛我，點解咧？如果神愛我，點解我生命咁慘？即係有啲基督徒會咁講啊，其實慘係人嘅罪，周圍人嘅罪，同埋自己嘅罪。好多時呢啲人佢又擔心又憂慮，但佢睇唔到佢自己嘅罪帶嚟嘅後果。佢話我老公唔好，於是我就發脾氣。咁一發脾氣嘅時候，令到關係更加唔好，係令到佢自己受苦嘅。咁佢就埋怨啦：神啊，你俾我咁衰嘅老公！但其實當佢肯愛佢嘅丈夫嘅時候咧，佢愛我哋嘅妻子，愛我哋丈夫嘅時候咧，柔和咧，神就會逐步改善嘅。咁有啲話唔係咧，我嗰個特別差嘅，真係好難頂嘅。佢好長氣嘅，好易發脾氣嘅，佢又唔理我嘅。但係當佢唔理你，你盡量對佢好，你唔介意，而你咧係盡量即係諗翻喺未結婚嗰時。嗰陣時戀愛嘅時期，那個即係諗佢嘅方式，好似諗嗰陣時咁樣諗佢，睇到佢嘅好嘅地方。點解未結婚同埋結婚之後咁大分別呢？就係未結婚嗰陣時咧，冇一啲負面嘅意念。就算佢有時遇到困難，你就會覺得好樂意同佢一齊去面對。咁但係結婚之後的，而且我覺得佢係即係人係會咁嘅，即係結婚耐咗，你又會厭煩對方啦，又會覺得對方唔理自己啦，又會掹對方啦，就會有呢啲咁樣嘅不同嘅感覺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我哋放低呢啲感覺，就算佢對我唔好，我都對佢好咧，係會有機會挽回，逐步挽回嘅。咁我都幫過好多夫妻咧，真係有做得到嘅。咁所以喺困難都相信，呢個第二咧就係相信神真係愛我哋。而第三咧，呢個比較困難，好多人嚟講喺任何環境都堅信神。幾時都好，就算事情唔順利，都相信神嘅愛。神因為神係永遠都愛我哋，係人有問題，係罪有問題。然後第四咧，就喺親近神同埋生活之中經歷神嘅愛啦。兩種嘅，一個咧就喺親近神嘅時候，第二咧就係當我哋生活得到神幫助，我哋就感激神，多謝耶穌，並且每一件事看為神嘅愛啊！每一件事，即係呢件事，我祈禱。神咁樣應允係神愛我，神愛我周圍嘅人咁樣睇法。譬如你食嘢好食嗰時，係神愛我，所以做咁好嘅食物。你有冇發覺真係好多種食物真係好食㗎？係咪啊？係非常好食嘅喎，係咪？有冇諗下你？我唔知你諗到咩食物啦嚇，每個人諗到不同嘅。咁啊，譬如我諗到菩提子嗰啲，真係好有好多汁啊，又甜啊，又嗰啲質地又好靚嘅，即係神所創造都好靚，都係神用愛嚟創造。同埋你睇下啲動物啊，啲雀仔啊，啲魚啊，真係好靚。你上網睇 colourful birds、colourful fish 咁樣啦 ，colourful flowers， 咁你會見到好多好靚嘅不同嘅花啊、雀仔啊、魚啊，真係好靚，係神創造俾我哋去享受。咁你話啊，真係好啦，神愛我。咁喺親近神嘅時候享受神愛，喺生活中經歷神享受神愛。然後第五咧就去享受啦，即係有啲人知道神愛嘅喎，不過咧食嘢嗰時咧就咁食嘅啫喎，就冇享受係神愛緊我，冇咁樣諗法。咁其實咧每一樣嘢，當你有困難，求神幫你，譬如話你去車站嗰時你好趕，你好想個車快嚟，你祈禱跟住個車嚟到，你先話神啊，我真係享受你，我上呢個車我都好享受，每一樣嘢都享受。大家試下黑埋眼，深呼吸，放鬆嘅，放鬆曬啲肌肉，然後深呼吸，覺得點啊？好啦，而家開翻眼啦，有幾多個覺得舒服嘅？舉手睇。嗱，你發覺神創造嘅空氣同埋呼吸已經可以咁舒服喎，咁我哋就可以享受啦。
飲水係舒服係咪？食嘢又舒服，瞓覺舒唔舒服啊？好舒服係咪？而家瞓好唔好啊？好舒服啊！咁咧，即係呢啲一切我哋都可以享受，同埋親近神嘅時候可以享受嘅。咁樣咧，我哋就會當你享受嘢嘅時候，你就會中意。我係好中意神嘅。我希望大家由一種即係我知道神愛我，去到享受神係完全唔同嘅，係會好中意神嘅，然後咧被神愛激勵。當個基督徒係咁樣一路進程嘅時候咧，佢嘅生命就會提升嘅。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。咁而我哋諗到婦人伊拿忘記，一齊講下婦人伊拿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他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，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以賽疏寫九章十五節，呢個講到神成日諗住我哋嘅。咁呢個神點可以同時諗咁多人咧？佢就係神，佢有呢個能力。但係佢可以選擇唔係成日咁諗住我哋㗎。其實我哋都有能力諗住好多嘅人係咪？我哋都有能力去為好多人代禱，但係我哋好多時都選擇唔去為佢哋代禱，唔去諗住佢哋嘅。但係我哋嘅神係選擇成日諗住我哋，係非常好嘅。所以喺啲咩困難，你都話神咧，而家想念緊我嘅，而家咧喺度愛緊我嘅。咁呢個咧係會俾我有力量。同埋神嘅愛係充滿感情嘅，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一齊讀下，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即係神嘅愛係充滿感情嘅。有啲人覺得神咧好似個校長，好似個法官咁樣，但其實神係好充滿感情。但係人就總係覺得宗教係嚴肅嘅，宗教有嚴肅嘅一面，但其實宗教同神的關係是有一種很温馨的一面的，是有喜樂的一面的。就很多人只是拿一個嚴肅的一面，就覺得嚴肅呢就有莊重。其實跟神的關係很多時呢不是嚴肅，而是我們尊重祂，而我們可以享受祂的。這裡說到神呢是很輕鬆的，歡欣喜樂的，很開心的，又默默地愛著我們，望著我們，愛我們，且我們喜樂而歡呼，是開心到不得了的。我哋就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神而家好開心。你祈禱會唔會咁樣講咧？好多人唔係咁啊，神啊，你快啲聽我祈禱啦，唔該你快啲嚟啦，幫我啦。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。但係你話可以用另一個角度，用神嘅角度，神而家錫緊我，神而家同我一齊，而家祝福緊我。神係咪咁樣做緊啊？神的而且確係咁樣做緊。你敬拜嗰時嗱，你投入，神係咪要等好耐先嚟嘅？唔係喎，即時可以嚟嘅，係問題你嘅心開唔開放，咁就俾我哋知道神真係充滿感情嚟到幫我哋嘅，係同我哋好有感情，希望我哋同神都有感情。有啲人就話傳統嘅教會冇乜講感情嘅喎，嗱呢個經文咪講到感情啦，同埋講到渴慕神啊，好似鹿渴慕溪水啊，喺乾旱疲乏無水嘅之地，我渴想你，即係講到嗰啲關係咧，要話我愛你。是一種很密切的關係，並且聖經講到第一條戒命，最大戒命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住你的神，是整個人，不是整個頭腦愛，盡性是整個靈魂去愛，靈魂包括感情的愛的。好了，還有神永恆的服侍，詩篇139篇5節一齊讀下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我的手在我身上，神整天都服侍我們，你一祈禱就發覺祂祝福，這個就是告訴你神在這裡。但為什麼有些人說我感覺不到神，很多原因，內疚啦，跟神疏遠啦，對神有埋怨啦，就會令到他覺得神很遠啦。但你經常都說神真的很愛我，你看周圍的花草樹木真的很漂亮的，即是神真的對我好，但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問，我們有好多東西有，但有一樣沒有，沒有男朋友，沒有女朋友，沒有錢，接著其他所有東西就不算了。其實我們看到好東西，有些人總是有些東西沒有的，那些東西就令到我們更加掹住神。其實那些不是神的燈給你，這個世界總是有困難的。神和亞當說，他說你耕種的時候，地會為你長出荊棘蒺藜，是會有困難的，但是不代表神不愛我們。當你經常相信神在你周圍是很不同的，所以你試一下在這一陣耶穌愛緊我，其實你聽到都可以用一個這樣的禱告心，但不是黑眼睛一直聽的，神現在愛緊我，一路行商場，耶穌愛緊我，有沒有這樣想呢？刷牙的時候，洗澡的時候，在洗碗的時候，做很多事的時候，不用專注用腦去做那些，都一路想著耶穌，愛著耶穌，喜歡耶穌，
就算慢慢當你就算要專心做嘢，你都可以諗住耶穌嘅，就係中意耶穌咧，你就咁咧，你就隨時得。譬如我而家講到我係諗住耶穌嘅，中意住耶穌，咁我就隨時真係感受到神嘅能力嘅。同埋神嘅愛係叫我哋一生一世歡歡喜樂嘅，即係可以飽得神嘅慈愛，係食飽嘅。呢、这個就係神嘅心意，唔係淨係知道有神嘅愛，係飽得神嘅慈愛，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歡歡喜樂嘅。好啦。咁享受神呢度，我寫一啲要點，點樣可以享受神咧？我哋一齊讀啊！深信神極愛我們。第二啦，宣告和深信神的愛。神在愛著我，神在想念我，神現在在我四周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神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。神看重我，神感受我的傷痛。由第三咧，享受親近神時的平安、輕鬆、舒服，將這些經歷看為神的愛的表達。第一就係成日深信神好愛我哋，第二咧成日話俾自己聽，神愛緊我，一起身就神愛緊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幫助我嘅，就將嗰啲負面嘅諗法攞走。其實個基督徒都有啲負面感覺，就話神都唔幫我嘅，神都對我唔好嘅，啲人都對我唔好嘅，教會都唔好嘅，又跟住就話神都唔好嘅，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諗法。咁我哋就要將啲負面攞走，全為神嘅意念。咁然後咧，幾時都享受神。你享受神咧，你就開始發覺其實真係神係好可愛嘅，佢真係好可愛，你係可以享受佢嘅，係隨時隨地可以享受。咁亦都學心靈嘅禱告啦，用心靈誠實敬拜。是我以前都講過的這三個黃色的詞，一起讀一下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是整個魂，首先是整個魂，就是整個思想完全認同神的恩典、神的應許，然後呢就決意跟從神，還有呢跟神有強烈的感情，建立一種深的感情，成日都想到神，成日都喜歡神，那你就會得靈了。然後呢個靈呢比較難一點形容的，那我就找到詩篇103篇第一節，就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，就是整個靈魂。那你可以試一下用心靈發出你們都要放鬆的心。在我來講，我不需要這樣做，我一想耶穌在裏面立刻會感受到，立刻感受到神的愛、神的喜樂、能力。但你因為很多人不懂得用心靈，你就試一下在呼叫的時候拖長個聲喺個心嗰度發出嚟，大家合埋眼試下，你又放鬆啦。有啲人可能即時會感受到喜樂嘅，你又放鬆個心口，當你長時間咁做慣嘅時候咧，你慢慢你就學到用個心靈湧出嚟，唔係嗰啲聲音，而係個靈嗰度湧出嚟咧。你做到呢樣嘢就係心靈誠實敬拜，唔係淨係頭腦敬拜。咁而咧，我哋係可以經歷神嘅愛，聖靈可以將神嘅愛轎灌喺我哋裏面嘅。羅馬書第5:5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得力好重要嘅，就係聖靈充滿啦。聖靈越充滿咧，就越容易經歷神嘅愛。呢個經文我哋啱啱睇過嚇，同埋咧靈命更新，神咧係聖靈咧充滿能夠更新我哋靈命嘅。三經上10:6一齊讀嚇，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。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説話，你要變為新人。呢個講到神嘅靈就會更新人，聖經都講到聖靈嘅更新，有不同嘅經文講到聖靈嘅更新。我哋都可以被聖靈充滿，你越多親近神，你就越被聖靈充滿，你就越容易得靈嘅。哈利路亞。好啦，咁有幾樣嘢咧，就係真信主耶穌嘅人必然有嘅果子同埋得靈嘅方法。咁呢度我講出有幾樣嘢，咁大家。都希望大家記得呢幾點，就係讓我哋咧時時保持同神嘅關係。呢個講到我哋嘅責任，但亦都係基督徒真信耶穌嘅人會有嘅。第一樣咧就係信靠神。咁呢度講到咧羅馬書3:22講到就係信耶穌基督俾將佢嘅義加俾我哋啦，有神嘅義袍，神真係將佢義袍加俾我哋嘅。深信神嘅佢嘅義袍啦，同埋咧將所有事交託神，即係。信耶穌咧，信靠神，即係話相信神係完全接納我，完全赦免我，並且我所有事交託俾佢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繼續去做呢一樣嘢，係幫我哋有力量嘅。其實我講俾你聽，我聖靈充滿嘅力量好主要係信靠。當我為人祈禱時，我就相信神就喺度，我一個靈同神相通，
即係另一樣嘢就係個靈魂就相通啦。我係相信耶穌就喺度，你祝福佢哋。當我咁樣祈禱嘅時候咧，神嘅力量就會嚟到嘅。咁所以呢樣嘢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信靠神。我哋大家記住，第一信靠神，第二咧親近神，常喺耶穌裏面，耶穌就常喺裏面。咁呢個就係得嚟嘅方法。點樣得嚟咧？就係試試親近佢，成日喺神裏面，成日都思想神嘅話語，成日都愛慕神。第三咧，愛神，我哋一齊第一個經文大家都好熟啦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呢個神。林前十六章廿二節一齊讀下。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可坐可就，主堅要落。嗱呢個經文話俾我哋聽咧，唔愛主咧係可坐可就，即係好嚴重喎。好多人咧信耶穌係點咧？好想耶穌得到嘢。好多人翻教堂點啊？我想見到朋友，我想得到人安慰幫助我。我又想耶穌救我，想耶穌救我天堂。我有困難，求耶穌幫我。只係得，只係得。咁嘅時候咧，個教會就變成一個飲痛嘅教會，即係個個都係攞嘢嘅。但係當我哋愛神嘅時候咧，回應神，神你真係好啦，我要感激你，我所有一切都係你創造嘅，感謝神，感謝神，我身體會有健康，可以活動，可以做不同嘅嘢。感謝神，我個腦能夠諗到咁多樣嘢。每一樣都係神俾嘅，個心裏面就感激神，就有愛神嘅心啦。呢個神就想我哋唔係淨係單係攞嘅，係回應神嘅，有愛神。如果唔愛神嘅話，即係個人只係想喺神身上攞嘢，對神咧係冇尊重、睇重神嘅時候咧，呢個人係可助可就嘅。咁所以信耶穌，我哋包括愛主耶穌嘅，亦都係最大嘅戒命啦。咁第四咧就係遵從神啦，就係、是。馬太七章廿一節，我一齊讀啊！凡稱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；唯獨遵行我天父旨的人，才能進去。當那日，必有許多人對我說：主啊、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，奉你的名趕鬼，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？我就命令你告訴他們說：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的人，離開我去吧。嗱，呢個經文咧講俾我聽咧，就係、是。有好多人啊，到那日有好多人話：主啊，我唔係奉你嘅名傳道，奉你嘅名趕鬼，奉你嘅名行許多異能啦。耶穌，我從來唔認識你。就係有啲人係同耶穌冇生命嘅關係。我希望呢度冇咁嘅人。我希望你真係嘅心裏面係信靠神，同神有關係。神感動你嘅時候，你會回應佢嘅。佢叫你唔好講大話，你會回應佢嘅。佢感動你祈禱，你會回應佢。咁你就同佢有關係。有生命的交流，但的而且確聖經話係有好多人。我想問你，稱呼主啊主啊的人是咩人咧？係咪嗰啲未聽過耶穌的人啊？唔係喎，係聽過耶穌甚至喺教會的人喎，都有好多。佢只是做嘢，佢只是傳道係做嘢。有些傳道人都是佢淨係做工咁嘅啫喎。咁咧就奉耶穌名嘅傳道趕鬼，都可以係做工嘅。但係咧。他跟神沒有關係，那這個講到就是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夠進入天國的。求主幫助我們真的跟神有這種關係，遵從。還有聖經說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。那你說怎會啊，犯一條怎麼犯眾條呢？我簡單， 你有些嬲嬲地一個人，咁嬲嬲地嗰個人又點會中條犯呢？當你嬲嗰個人嘅時候咧，你嘅心就唔會平安，就唔會舒暢，你同神嘅關係就會受阻，你會對自己有一種負面嘅睇法，又會你嘅心靈唔得喜樂，唔得平安，你嘅心靈亦都你會嬲其他人咧，你又唔願意發揮，又唔願意傳福音嘅，即係一少少嘅嬲咧，就會影響我哋自己同自己嘅關係、同人嘅關係、同神嘅關係。如果啲人連是會影響我們的人，也都是會心裏面污穢，跟神有問題，又影響我們跟人的關係。即是說任何的罪，其實少少的罪，就算你說低層，那低層我怎麼影響人呢？你低層你就沒什麼興趣跟人交往，低層你都經常都會埋怨神，也都會經常負面看東西，即是一樣的罪他就會躺起，就會跟著就犯眾條。所以我們就知道每一樣罪不是一得丁的，是會連串的，所以我們靠主去處理，當有罪的意念立刻處理。
啊，奉耶穌名去處理。你上網輕鬆得成，我教咗點去處理。咁呢個係需要時間，咁我暫時就唔喺度講啦。最主要就係一有罪嘅意念即刻處理，奉耶穌名祈禱，耶穌一定幫我，我唔需要犯罪嘅，我生命好寶貴嘅，神會幫到我嘅，我唔需要犯罪嘅。咁然後咧，第五就結果子啦，一齊讀下結果子，聖靈的果子和善用嘅果子，就係、是、有。生命裏面嘅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，生命嘅果子，然後咧又有侍奉嘅果子。聖經講到咧，有啲人咧係將嗰啲銀錢埋藏，跟住咧耶穌就話，主人就話你係又乜嘢嘅仆人啊？又惡又懶嘅仆人，即係話埋藏恩賜唔使用嘅，都係可以令到一個人失去救恩嘅喎。唔係話我哋靠侍奉嚟到得救。我哋係永遠都係信耶穌得救，但係你信耶穌，你就會願意將你嘅生命獻俾耶穌，俾神去使用嘅。當一個人完全唔願意嘅時候，將佢所有恩賜埋藏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佢信心有問題嘅。咁所以呢度咧係講到結果子嘅。咁呢幾樣我希望大家記得，就係話一個真基督徒，我哋會有幾樣嘅，大家一齊讀一次啦。第一，信靠神；第二，親近神；第三，愛神；第四，遵從神。第五結果子，可唔可以記得？第一係乜嘢？信靠神。第二咧，親近神。第三，愛神。第四，遵從神。第五，結果子。咁咧就希望大家記得，呢啲就係長久得力。就算幾多人對你有影響，你長久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就會長久得力嘅。好啦，咁我哋最後一點咧就講到唔俾人影響啦，因為有時人就會帶嚟傷害嘅。有時咧，教會裏面都可以有啲事情發生咧，引致咧我哋受人影響嘅。詩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六節一齊讀啦。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嗱，呢句説話非常好喎。耶和華幫我，耶和華係全能嘅神喎。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唔使驚啊。人能把我怎麼樣？人能夠做乜嘢咧？但係好多人就相信人可以害到我。人可以傷害我，人可以攞走我啲嘢，但其實咧，神會補翻俾我。好多時，即係我哋覺得人鬧我，好似我就會損失一啲嘢，但其實佢鬧我咧，嗰啲鬧只係空氣中震盪嘅啫。你可以唔需要理會嗰個震盪啊。即係我用個例子，之前我鬧你係傻婆咁啊，你會唔會嬲好耐咧？會唔會嬲一年啊？唔會啊。你可能不開心一陣，但係你黐線嘅成街都咁鬧人啦，咁你唔會放喺心上。但係我哋應用喺罪人啊，聖經話世人都犯了罪，罪人就會傷害人。你有冇發覺周圍人都會有時傷害人嘅，都會有時令到人唔開心嘅。咁嘅時候，我哋就相信罪人唔係個個都係黐線，不過都好似黐線咁會傷害人。但係你個心就好咒佢係黐線或者係罪人喎，只係話我接受佢犯罪。其實基本上好多人點解接受唔到罪人呢？就係唔能夠相信世人都犯了罪，覺得嗰啲係好人嚟㗎，係我嘅家人，係我嘅好朋友，好朋友出賣我，哇，好大件事喎！但係好朋友都會出賣人，因為人都會犯罪。當然我哋唔好做咁嘅人，但係人的而且確係會做一啲唔好嘅嘢。所以當我哋深信，其實神會補翻俾我哋咧，我哋唔使惧怕神，冇人能夠害到我哋嘅。耶穌都講到殺身體唔能夠殺靈魂，你唔使驚。但如果殺身體又殺靈魂，嗰啲要驚啦。幾時會殺到你嘅靈魂呢？就係、是、當你俾佢影響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即係、就是、你放喺心上。有啲人佢一句説話就諗好耐，點解諗好耐呢？係佢嘅思想模式，同埋佢睇重人。嗱，譬如人話佢乜咁蠢㗎咁。我真係蠢啊！咁點解蠢俾人睇，俾人話我咧？真係好冤啊！唉，成日話真係我下次要叻俾人睇，我要叻過人，我叻過曬人。嗱，呢種咧就係一種負面嘅反抗，係冇用嘅。其實我哋用神嘅説話，神嘅話咩？神揀選世上愚拙嘅，叫智慧嘅羞愧。就算我係愚拙，神都可以祝福我，因為愚拙嘅人咧，當親近神咧就有力量噶。同埋，其實我都唔係好愚拙嘅，因為神都俾我哋聰明智慧。你越聽多多聖經，你就越有聰明智慧。他話我蠢，代表係真理噶嘛？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信咗有啲大話係咩咧？人嘅説話係啱嘅，呢句呢個係大話嚟嘅。即係其實好多人講嘅説話未必啱嘅。另外咧，
大聲嗰個咧係犀利啲啊，勁啲，因為係一個大鬧人啊。鬧人咧係會令到人降服嘅，呢個又係一個大話嚟嘅，唔使放隻身上㗎，係咪啊？惡人嗱，你千祈唔好見到惡人你就去咁鬧，只要見啲狗吠到大聲，你唔會好介意嘅，因為你知佢吠啊嘛。但我冇，你唔好鬧你，你就呢個狗吠，你唔使咁鬧。但你只係話大聲唔係代表佢一定有權威嘅，唔係一定要聽佢講嘅説話。當你咁嘅時候咧，你嘅心理就會將佢熄咗。其實咧，我哋嘅心理可以咁諗，我哋有兩條可以分開嗰啲入嚟嘅嘢，有兩條喉嘅。一條喉咧就入污糟嘅嘢、傷害性嘅嘢；另一條喉咧就入啲好嘢。但係好多人咧，好嘢咧就冇入喎，即係神對佢好又冇入嘅，啊人對佢好又冇入，又冇記得嘅。嗰啲唔好嘢咧，哇！千年記喎，成日記住啊！嗰個人點樣對我？哇！佢掘住我，啊好大傷害啊！佢係人都掘噶啦，佢掘過好多個人噶啦，唔使咁，亦都連失佢嗱。點解點冇仲要連失佢？其實佢會掘人，因為佢俾人掘過好多次，傷害人嘅人係俾人傷害過好多次。其實佢係慘嘅，因為聖經講到咧，得罪弟兄嘅係得罪基督，係佢係慘過我哋嘅。嗰啲人害我係慘過我哋嘅，所以你為佢祈禱，求神咧，唔好將嗰啲災禍放喺佢身上，求神去祝福佢。所以有人對我哋唔好嘅時候，唔使覺得佢好勁嘅，佢唔係勁，佢係慘過我哋嘅。一齊講啊，傷害我哋嘅係慘過我哋嘅，傷害我哋嘅係慘。我哋就憐恤佢哋，為佢祈禱，恩待佢。譬如佢鬧你，跟住你又對佢好啦，其實你個心就會鬆緩。你明白佢係有呢個問題。其實當我同人相處，我會分辨嘅。分別就係話呢個人嚇，佢有一種慈悲感，有啲人會有一種驕傲。但係我分別嘅意思唔係話我永遠批判佢，係神俾我一個好寬廣嘅心態。我知道佢咁，我就會預防。當佢講啲説話好，即係好似自誇咁，我又唔放喺心上。我知道佢係咁樣嘅，我就已經接受咗佢咁，我就唔會俾佢影響嘅。咁但係咧，我知道佢咁，我就會求神俾我智慧去幫佢。呢個就係、是。即係有個高度嘅智慧，就唔俾人影響，而祝福佢，而去求神俾智慧你去幫佢，就唔好話佢咁傷害我，仲要祝福翻佢，咪好蝕底。嗱呢個又係大話嚟嘅，係唔係蝕底？係施比受更為有福嘅。一齊講啊，施比受更為有福嘅。嗱，譬如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一齊讀啊，從前你嘅意思是好嘅，但神的意思仍是好的，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你諗下，其實約瑟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聖經嘅例子就係佢俾佢一鍋出賣，嗰種害嘅程度喺聖經都冇乜咁樣嘅程度，呢、這個真係好高度嘅程度。你想象你俾你啲周圍嘅人賣咗你去非洲，哇！你會點樣諗咧？你會埋怨即係對嗰個人埋怨佢啦，嬲佢啦，亦都可能埋怨神。神啊，點解你容許呢啲咁嘅事咁發生？但係咧，約瑟佢並冇咁做，佢去到埃及佢即刻就親近神。聖經就講到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順利，即係佢就即時親近神，佢就將神同埋人分開啊！呢個係好緊要嘅。我哋一齊講，將神同埋人分開。將神人有罪唔代表神唔愛我，人有罪唔代表神將佢分開。劃清界線，但係唔係同佢人劃清界線，係同佢啲負面嘅劃清界線。所以我最先講，我哋有個過濾喉啊，有啲咩嚟到唔好嘅，即刻過濾唔要，好嘅就要。呢、這個就應該，但呢樣咧就唔係喎，係相反喎。好嘅你又唔記，唔好你又記，咁我哋有個過濾喉，成日記住就係話唔好嘅嘢，我唔好受落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唔係要得人嘅心，唔緊要嘅，人唔中意我唔緊要嘅。嗱，當然我哋都盡量同人和好，都令到人歡喜嘅。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哋做咗咧，有時有啲人會唔中意喎。譬如我哋聖靈充滿，有啲人會唔中意，有啲人就好怕。哇！嗰啲人唔中意我聖靈充滿，我唔敢啦咁。唔使噶。其實我喺聖靈充滿嘅路上，我係俾好多人抗拒，但係我睇到我祝福好多人係神喜悅嘅，我就唔受人嘅影響，可唔可以啊？唔使受人影響嘅，唔係要討人嘅歡喜。
以賽亞書五十一章十二節一齊讀下，唯有我是安慰你們的，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？其實世人都是必死的，不用怕的，不用怕，他神是掌管一切，那樣東西不容神不容許發生是不會發生的。比拉多跟耶穌說，他說你為什麼不出聲不回答我問題，因為你知不知道我有權柄釘你十字架，也有權釋放你。但耶穌怎麼答？他說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，你就毫無權柄辦我，就是深信神是有權柄處理一切的事，人沒有權柄的，所有權柄都是從神來的，所以不需要怕必死的人。他怎樣？他害不到你的。我是曾經受逼迫，但神家給我開路是更廣闊的，是比以前更大的，所以沒有人能攔阻你。只要其實只有一個人可以攔阻神的計劃在你生命中，是誰呢？是自己。你可以攔阻，就是我們的被人影響，我們就會攔阻了。人的負面和傷害說話是什麼呢？就是魔鬼的火箭，但很多人就很甘心情願被他打中，打中還要反覆思想，打中一次之後反覆思想很多年，是不是很蠢啊？那些是不好的，就不要被他打中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人我認同就是怎樣，他呢是每次人講上就跌低了，哎呀他又這樣罵我，哎呀我老公又這樣罵我，哎呀好慘啊，我慘啊，慘，哎呀耶穌幫我啦，你們快點來為我祈禱，哎呀慢慢又罵過了，哎呀又好慘好慘，成日都是這樣，那就很慘。其實這些說話我立刻分辨一下，放手，不要那麼看重人，兩方面要看重人，但又不要看重人。什麼意思呢？看重人的生命，看重人的寶貴，但不要那麼看重人怎樣對我們。其實你發覺你周圍的人他對你好，也都有一些地方對你不好的，不要那麼看重，但你要祝福他，分辨。但有些人的而且確是會對你好的，我太太對我真的好，但這是一個互相的關係，我又真的對她很好的。如果你跟你的丈夫妻子不是那麼好的關係，是不會時時都是這樣，是你必定要付出這個代價。那的時候呢，我是會很珍惜在她身上所有你的對很多很多做的好的事，那這個關係一路建立。但對於很多人呢，我是會知道她是會她是會有問題，但她也有好的地方，咁有唔好嘅地方，我唔受影響。係啲係火箭嚟嘅，就好似一個盾牌，同個嗰啲負面説話劃清界線。但係咧，同呢個人咧就唔好劃清界線，一路祝福佢。負面嘅説話留喺空氣中，只係幾秒鐘、一秒鐘嘅啫。你唔俾佢影響就得㗎啦。但係有啲人一世喎，一世仲要內中抄翻嚟鬧翻對方，就以為咁樣咧就叫報復。其實傷害翻自己嘅，亦都傷害嗰個關係。而好多人係不知不覺建立咗一個互相傷害嘅呢個關係，兩敗俱傷。有好多家庭都有呢個關係。你諗一諗，你喺你嘅周圍有冇啲咁樣嘅兩敗俱傷，互相都係對立嘅關係？如果有嘅時候，你開始用愛去對待佢咧，係可以改變嘅。同埋裡面嗰啲負面嘢係要倒嘅，啲垃圾。埋嗰啲唔好嘅嘢要倒嘅，請大家翻屋企同埋任何時間，神會提你嘅，你親近神咧，神就會提你嘅。提啲有啲人，有啲人你諗起就，唉，我好衰啊佢，神就會處理啦。點樣能夠？我知道佢有衰，不過佢都有好，我欣賞佢，我又體恤佢，我又祝福佢。咁咧，將嗰啲唔好嘅倒走，同埋有好多唔好嘅，其實喺我哋自己裏面發出嚟嘅。我真係冇用，我真係蠢啊！唉，我真係啦，唔得人歡喜啊！呢啲咁嘅諗法咧，係好多人都有嘅。呢度有冇人係冇嘅？我話俾我都有嘅，但係我即刻處理，佢自己會彈出嚟嘅喎。即刻處理，呢個就係個鎖匙啦。OK， 但同時咧係饒恕傷害我哋嘅人。嗱點樣去饒恕咧？嗱呢度講出幾點出嚟嘅啊。一起讀啊！第一，想到我們得罪神次數極多，都是蒙神赦免才得救。即是說我們都是蒙神赦免的。第二，體恤傷害我們的人，他們都受了很多傷害。第三，我們若放開傷害，傷害也可得醫治。第四，不饒恕人，自己就受苦。第五，不饒恕人，不蒙神赦免。
聖經講到唔饒恕人嘅過犯，天父都唔饒恕，所以我哋就體恤佢哋，為佢哋禱告，其實係對我哋自己最大嘅祝福嘅。咁我求主幫助今日信息能夠幫助我哋嘅生命，唔俾人影響。神就要捉住人嘅問題，冇捉住人嘅恩典，我哋要記住，永遠係祝福人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就會一路提升。唔好嘢就唔好要，其實基本上係咁嘅。好嘢就要，但係唔係攞人嗰啲好嘢。而是神的好東西，我感謝神。有人對你好，你要記實。你記實這個就是真正對你好的人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對你真正好的人是不多的。當你見到一個，你欣賞他，你紀念他，對他好回，那你就建立到好的關係。當有人對你不好，你又都是一樣對他好，又放手，可不可以啊？其實基本上呢，點解我哋咁難有時啲嘢放唔到手咧？就係我哋始終有一個世界價值觀，佢傷害咗我喎，佢傷害咗其他基督徒喎，佢講啲説話喎，嗱，即係覺得嗰啲好緊要，其實唔緊要嘅，呢啲説話係冇力嘅，但人受落就有力啦。